才会有更好的风景，不需要为任何人逗留。林墨，秋千荡得再高，总有落地的一天，终会停止摇摆。就像爱情，爱情也一样会摇摆，但总有一天还是会落地的。你是说我对杨一的感情不着地？没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谁会为谁落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林墨，我不能放弃你，我要做你孩子的妈妈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很喜欢小孩吗？我们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。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，你怀孕了，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孩子是你的，你很清楚。你怎么都怕成这样了？你是不是现在特别恨我？对呀，我就是故意怀孕的，我想要把你套牢住，我就是为了讹诈你，怎么样？让我猜猜你下面的台词吧。拿出支票，写上数额，丢在我脸上，喏，这就是给你的补偿。密码就是你的生日，把孩子打掉吧。没有爸爸的孩子很痛苦，很悲催的。我不允许我的孩子跟我一样。把身子养好，剩下的钱就留给贝贝作为教育基金。如果钱不够花，随时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打到你卡上的。这就是目前我能为你所做的一切，对吗，李默？对不对？你说话呀！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我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是不是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？你是不是以为一声对不起就能回到原点？你是不是以为我逃亡没有李默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法活了？对不对？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！这，你先别这样，啊！你别动气，对孩子不好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自己消化一下。我先送你回家。啊不。回我家住啊，走，走，走，先回家。你哭了，跟我生孩子就这么让你觉得屈辱吗，李默？没有，你放心。我会照顾好你每个孩子。怎么照顾？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包括结婚吗？那杨依依呢？你会忘了她吗？那你就打算带着对她的回忆跟我厮守一辈子吗，李默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就是一辈子。只要我愿意，你就愿意跟我将就一辈子，对吗？就是如果我哪天想走了，你也不会拦住。其实就等于给你自由，你还是会去找杨依依，对吗？幸福在另外一个世界。
而我不在那里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回家，我就是想要我的幸福，就那么难吗？我就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你就那么讨厌我，你就是不能接受我吗？为什么我就那么可怜，我就得不到我想要跟在一起的人？为什么？别这样了好吗？你还很好骗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骗你的，我没有怀孕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安全措施做得那么好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怎么可能怀孕呢？陶文，这种事情能随便开玩笑吗？啊！我怎么就不能开玩笑了？我的人生就他妈是个玩笑，我为什么不能开玩笑？还有你李默，你以为你在杨一那就不是一个玩笑吗？干嘛？打我吗？打我呀！来打我呀！打我呀！你打呀！你是不是跟杨依依开了同样的玩笑？你怕我断送了你所有幸福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因为你跟我最好的朋友对立了。我得不到你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去缠着杨依依。如果你再敢为难他的话，我会让你很惨的。不信你试试。